是这样。对啊。结果在我的后面，差一点，我应该看太多了。应该让公主帮你们开那个眼来对，我上次就被开过啦、啊，所以看得到。我看得到，我还看到什么？看到本来一个小孩子啊，是啊，没有来抱着你大腿。啊，现在开始准备啦，下一位可以准备，下一位跪我现在看不到，拜拜拜拜。你还有空可以看呢、啊，对啊。哎呀，师兄你在跪拜后面哈、啊？没有了。那我在跪拜后面，我先可以吗？结果可以啊，我先跪拜下，下一个还没急什么、啊？下一个后面，子清可以听到我吗？为什么？我想啊，想你先，你想干嘛？你在我后面，没有，想先上去，想下去，还想上厕所，都没差，想厕所了去，为什么不去？我已经上了，快上了，好了，这边去。我已经跟人家说了。你要想。哎呀，会怕吗？我无所谓啊。我不要吵，我先。不会怕的，怕光而已，太亮了。我无所谓啊。你在我后面好了，我想先上去。我无所谓啊。为什么这么想赶快上去呢？因为就是想上去。是啊。嗯，期待。期待。期待什么？有一种魔力吸引着他。对，有一种魔力。对。没有开玩笑。这边有点香，点香是做法除的动作，从起点到终点，啊、哦，皆有插前三炷香，后三炷香，这香特别香了。那插这香是让修行者在这段路上无法用法，只能感受。那在这边也有跟三神土地有讲说，不是来打扰他们的，但是是来让修行者练胆子，还有一些气的防护。就这样，他都有打过招呼。没关系，反正只要在尾巴，我都 OK。反正已经没什么。估计都是你估计。我在阿弟的。到阿雅了，他说阿雅了，下一组哇，等一下哦，要出发了，会紧张吗？不会，真的哦，嗯，好，走，自己顾好哦，拜拜，拜，嗯，下一个换我了，好，今晚换黑羽了，其实在这沿路上应该是很安全的。哦，离他们有点距离，以免我的气太强，都帮他们把有的没有的赶跑了。才过来，我是马褂，但是我应该是走最多的人了，上上下下走了好几趟。哦，这是用夜视镜在拍。这个摄影机自带的功能，刚刚这沿路很多那个爷爷奶奶啊，还有带小朋友都出来看了。原本路上都刚开始第一趟的时候没有，现在到处都是，不知道你们看得到吗？能感受就感受吧。那我们在这边，我们的起点跟终点就有插香，还有做施法，公主施的，啊，让他们在这一路上哈、哦，感受多一点的不一样的气息，但不会受到伤害。啊，有人信就信，不信就也就这样了，反正我只是记录者而已。他、啊、问我会不会怕？怕，我非常怕。但是沿途我已经走了两三趟了，但是我都跟他们保持有一定的距离，不要影响到他们。哎，我裤子很长。然后我忽然听到有人的脚步声，结果是自己裤子太长了，所以会有拖地的声音，自己吓自己。
然后可以看到那个前面那对母女应该蛮害怕的，因为走路的速度相当的快，感觉啦。那刚才那个阿雅走了，我也觉得她走得很快。然后这边可以听到有人在唱歌的声音，那到底是这附近的住户在唱卡拉 OK， 还是真的有人在唱歌，也不可考。那如果真的害怕的话，那这边也可以心理安慰道子啊。但是因为说这整个路上面都已经法除了，所以也没有查心理作用了。上面有住户，人家都不怕，对不对？住在这附近的住户怎么办？没有用布盖的，那刹那之间，如果害怕的人就觉得，这是在五谷，其实土葬，现在都是比较有传统观念的人，他们才选择土葬。如果以环保啊各方面，应该还是那个火葬啊各方面。那往生者跟人争土地，未来这目前这附近应该还没有开发到那么密集，所以还可以。但久了以后移墓很麻烦。真的有听到有人在唱歌，在那个方向。干嘛？为什么要走到最底？走到那个里面啊。走到那里干嘛？那个里面，那里，那里面。要把手电筒给他。他有手机，这里面，他地是平的。那最底那边，这里面是什么？房子。那里面是什么？房子。没有，就是三合院的房子。你不要进去抽人脑，谢谢。一家一家的，不是三合院。对。今天看过去那个对角线，然后刚刚一个白一个这样子。我刚刚在那边好像有，你刚刚不是你的对不对？我刚刚是余光的时候，我刚刚在主观的时候是余光看到有黑影飞来飞去。有什么？我看到好多老爷爷、老奶奶都带着小朋友出来看。我蛮知道，等于对，看，哎，底下看到了。哎，很多狗，那边有狗了，这两天拿出来好。看到没有吃高嘞？有地的底下。哦，对，那边一堆狗跑出来了。你们走走这么要小心，有小狗。也长得一样的，看他没有吃高嘞。你在路上有看到什么其他的东西吗？我刚刚进去要拍照片，就我这边放音乐，可是不是这边，是我右边没有戴耳机，然后我就听到一个女生在哼歌。哼歌，对。他们问你哈密瓜好吃不？靠北啊，不是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有，还有夜市公益。新生公会员频道开播喽！想看更完整的内容，请加入会员。希望能够继续支持哦。那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就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